新式的台湾话第十七集，报喜的人有福。白白三顿饭，有人山珍海味，有人菜脯咸鱼。命底注定，唔免怨天。先天不足，靠后天补强。行善布施，会当改运，改变命底。愿意付出的人有福，欢喜奉献，施财有乐。有人勤奋计较，有人默默行善，无爱三钱。伫咧职场或者团体当中，常常看到这两款人，也使人感觉无公平、欠公道。但是，巧的吃公，公的吃天公。额头三尺有目睭，旁边的人也是看甲一清二楚，会晓讲，办大做，对人道理满篇，讲甲嘴角全破，讲真牛，但是做袂到，常常讲伊欠家欠债，但是若行到百货公司，看到拢是拍手的时阵较济。欠的时间较短，对人刻薄，对家己慷慨。鸡仔长，鸟仔大，想的全部数，大条细条，全然记笑谱。若要望伊施舍，就爱等到天公落红雨。人生海海，凡事爱开化，好事多做挂。布施有三种：财施、法师、无畏师、功德平大。若是做甲三师并举，无论好业善恰，你就是天家的上富禄的福报善人。万贯家财三顿饭，百家电扇一顶床，无尽的金钱财富只是数字，心境的欢喜清凉，则是彩色的大千世界。付出当下，福在其中，好事做尽情，日后必定好修行。